我上次那一套还是比较强的，只不过我对对方不熟悉。级别对战是吧？哦，我可以租用队伍。对，但是租用队伍的话，可能别人就会对你很熟悉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得了个神秘礼物，他说，我先看是什么神秘礼物。来来来，道具是特性胶囊、铠甲矿石、极矿石，哦，都是用来学招式啊，改特性用的啊，不愧是这个对战里面的奖励啊，都是跟对战有关系的。是什么？50 BP 点啊，这都是那个为对战做准备的。我必须得带一只一级神，我们来看看啊。一级神我选谁呢？老顾或者老盖他们呗。老烈的话，老烈，这只烈空座是满的。招式：化龙点睛、龙爪、咬碎地震。那就带老烈好了。那我的地龙就换老烈喽。我就带他吧。而且闪光出场的时候也帅一点。那这样的话跟地龙就重复了，我把地龙给换回来吧。跟地龙有点重复啊，把地龙给换出来。然后 Lotom 这个水我要不要换一下呢？来吧，打打试试啊！一言不合就秒人，得争取。哎，我现在对战次数怎么零呢？为什么？哦，每次都清空啊，每次都清空，不是积分赛。哎呦，对面好多第八世代的，那我没什么好说的，我就他们三个，以不变应万变。哦，那个就算哦，已经新赛季了。好的，这么巧啊，正好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跨越了一个赛季啊，好，阿卡基。哇，这阿卡可以一看就是高手啊。Lady Energy， 要闪光的 Lady Energy 啊。哇天，高手才能刷出这样的来啊，是不是啊？当然了，我们也是闪光的裂空座呀。Lady Energy， 我一个地震效果绝佳他就完蛋。来吧地震。但是他速度比我快，雷电球龙，他没有命中。哇天，我运气太好了，我的第一把总是运气这么好，他的雷电球龙没有命中，太帅了。他比我快，但他秒不了我应该。哦，哇，他特别喜欢用雷击，他用了两个雷击，又是闪光的，这家伙是来秀肌肉的吧？这龙爪，这货没我快，又送了，咔嚓嚓嚓嚓，这家伙是来秀肌肉的，他只是想要展示他有多少闪光。火球王，果然所有都被我猜对了，一切我都已经看透了，那我就给你个积聚大地吧，既然你这么一心求死。他选择了投降。这是一个秀肌肉的。找到对手了。对手的名字叫迅斯凯。迅斯凯我看看啊。是认真的吗？感觉他应该就是前三只吧。哦，水草火他应该就用前三只，不出塑料的话。我是以不变应万变，老烈带领大家来了。熊斯凯，看我这个
联盟卡还是很帅的。 Aspang， 哎 Aspang 哦，这是闪电王牌的英那个日文名是吧？ Aspang， 那我可以克他，他克不了我，好吧，如果你有飞行的人你就上吧，反正我是要用地震的。诶，他换下了，他有飞行的人吗？啊，没有，但他换上了一个岩电巨蟹，送了吧？哦，送不了，送不了，他有虫，所以我对他并不是效果绝佳。但是你这速度，我还不直接干掉你啊？再地震，哼！所以他相当于用岩电巨蟹保了他的这个火球王，哼。然后顺便废了我裂空座两次生命宝珠。他刚才要换暴鲤龙的话我就废了是吧，但是他没有带暴鲤龙，他带了岩电巨蟹没有带暴鲤龙，化龙点个金，他是带了暴鲤龙的话他就上了，但是他暴鲤龙不一定打得过我感觉。来啦，看的就是这个效果，你看看多么的炸裂，直接秒，防御特防降了没关系，咱拼的不是防御特防，拼的就是秒人。老肉居然上了绿毛虫，我上的是黑毛虫，你没看到他这么黑吗？地震，对方要选择投降了吗？他没有，有志气。哇天，这裂空座都横着走啊！哎呦我天，裂空座直接就是横着走。到目前为止其他人还没上过场呢。哦，我是新手二，哎，我直接变新手三级了，完了，看来要遇到高手了，不出所料的话。裂空座加油啊。好，又匹配到了，他的名字叫 Little。 我不要选的太快啊，我选的太快他可能一下就知道我用了谁。来了，对面名字叫 Little 啊，哎呦，这个联盟卡看起来是有设计感的，应该是有点实力。咚咚咚咚 ，Dola Paluto， 哦，多隆巴鲁托，龙对龙，龙对龙，我有可能打不过他是吧？而且都一样，我用本系把龙抓。他比我快，但是他不一定打得死我吧？我老厉，哎呦我天！命中要害我就倒了，还好没有命中要害，没他快，但是我比他结实啊！裂空座跑路，你们是怎么想的？你们居然告我说裂空座跑路，我真是服了在座的各位啊！裂空座要刚才跑了这一世英名，老喷喷呐、啊，老喷喷的话，我就化龙点睛跟他拼一把得了，来啦！还好不是流星群哦，要是刚才是特工，这个多龙的话，我就完蛋了是吧？看看，什么叫裂空座？哼！我这老爹，哎呀，完了，老爹把自己给反伤死了，生命宝珠把自己给反伤死了，那我就上辉夜恶心他。对方派出的是，送上门来了，我估计对方要投降了，他最后一只没办法换人，他投降了。解决钢铁，我都不需要跟你玩赖了，不用玩赖，直接上大，哎。为啥不早上叠叠？哎，对呀、啊，刚才他对裂空座为什么没上叠叠呢？上了个老喷，他真是想不开呀！秒了，比我上次遇到的对手简单好多呀，是因为裂空座的原因吗？这里面也有人机？
啊，这里面也有人机，我已经到了精灵球级了，我已经不是新人级了，我估计要出高手了。索西，索西直接就告我带了谁了呀，其实他有一只妖精，哎，有只妖精，哎，加勒尔的火鸟是什么属性来着，火加恶是吧，哦不对，是飞加恶，以不变应万变，我记得说他是火鸟但是没有火来着，这里咋有日文，因为这个玩家是日本的玩家，所以他的宝可梦都是日文的。哎呀，果然上来克制我的了，那裂空座好汉不吃眼前亏呀，变小用赖招啊，这是一个用赖招的皮可西，没关系，我先给你种种子，寄生种子命中，先开始吸你的血再说，你就算是变得再小，我的寄生种子每回合都能吸你，怕什么的，解棒，哦原来是这么玩的，原来这么玩的，提高了闪避率之后然后换人，换上的人闪避率他肯定上火鸟了，这下哎呀火鸟我打不了，哦但是我还继续吸他，火鸟我其实打不了，我先用个守住看他用什么招吧，他用拍落，哦拍落拍我的剩饭，但是我对他也没有效果绝佳就是了，哦哦，这是一只索罗亚克，哦哦，把它打出原形了，就算给我拍落了我也不怕你，我再来个守住然后再一个寄生种子，估计吸不死，能剩一点啊，能给它剩一点，咻咻咻咻咻咻，哎呀吸死了，我的寄生种子真不是盖的，八分之一血量啊，每次可以吸八分之一，相当的带劲，相当于他带了两只鳄是吧，哎你认真的吗，你是认真的吗，我直接加农光炮揍了，都居然给我送上来一只皮可西，而且我刚才是异兽提升过的，哦不对好像嗯，寄生种子吸死的不异兽提升是不是来着，哎呦我不记得了，并不会被他打得很惨，他急了之后他就没有轨迹的机会了，我觉得刚才他应该拼一下就一直轨迹，他应该拼一下，但是轨迹不提速度没用，还是被我裂空做一招秒，叮，然后他用出了极具飞冲，啊不对呀，他极具飞冲提速度啊，我忘了他极具飞冲提速度啊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隐患呢、啊、极具恶霸，哇天，极具恶霸给我打这么多，我现在没有那什么了，我没有剩饭了，所以我现在回的比较少，他怒火冲天又提特工，我好歹有个寄生种子啊，他又怒火中烧，完了被他干掉了，哎呀老烈上去直接干掉他得了，我也极具飞冲提速度不就完事了吗，有能耐你就一下打死我，哎他提过一层速度还没有老烈快呢，那就不好意思了，他是提了三级特工，他不是轨迹过了吗，
啊，轨迹是提一级是吧？冥想是提两级是不是来着？我天，已经升到五级了，级别上升。对手的名字叫 Getsago， 好奇怪的名字啊 ，Getsago。哦，这认真的吗？这是认真的吗？怎么一堆雷吉家的，带了六个雷吉家的，难道是六闪雷吉六闪？是不是啊？所以我应该再带一个一级神，虽然不用，但是用来迷惑对手。噔噔噔，来吧，雷吉艾勒奇。嗯，看来他不是六闪，闪光艾勒奇的那个环是白色的。刚才我们看见一个闪光的，反射鼻爷，物理抗性提升也扛不住地震吧？他可能是给雷吉奇卡斯。哎呦，反射鼻能扛，逃脱按键回去了。他可能是给雷吉奇卡斯加个反射鼻，然后拖过他的慢启动。这个意思 S 来了， S 来我得走，回夜吧，回夜又是特工是不是啊？他可能会再来个光墙，我怀疑，但是没关系，回夜他打不了，急需寒冰打回夜，效果怎么样呢？回夜应该不至于被他打得很惨吧。哎呀，极具化之后能扛住，那就极具钢铁秒他得了，我只要极具化了就能扛住了。极具化我的血量翻倍之后他就打不死我了，对不对？刚才他那一下打了我120级，我血量翻倍之后是160级，他打不死我，然后我一个秒他倒下了之后，裂空座就横着走了，就是这么考虑的。对面拿啥扛啊？他不可能扛得住。哦，雷吉艾斯的特防特别的强。雷吉艾斯的特防特别强，我应该用物攻啊。他还有闪电呢、啊。老烈不能上，只能上老洛了。他还有弱点保险呢。哦，现在电光飞闪，我用10万伏特吧。啊，对呀，打不动他。算，这只能都放弃了。只能等他缩回来，然后争取裂空座一招秒他了。他这招应该这回合应该是缩回来的，这就是他一开始放一个反射臂的作用。他放了一个反射臂之后，我就打不动他了。他的意思是，老烈的本系龙爪强行上，这是反射臂的作用，完蛋了，暴风雪。我倒下了，这家拿雷吉的不是来玩的，是真有一套。哇，太牛了，雷吉一家人无敌啊。他根据我这个那个选的人，华龙点睛能秒吗？华龙点睛刚才那局面也秒不了，我感觉打太少了。我来更改一下队伍吧，好不好？哎，哦，可以继续对战，我们继续对战吧。我其实应该再带一个一级神，让他们不知道我用谁。哦，减了一点分数，但是减的并不是很多。